主料：小白菜一颗，米粉200克，辅料：肉卷一条，萝卜干，香菜，盐，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米粉用水浸泡，白菜洗净，切小，肉卷切条，条状的肉卷。起油锅先把肉卷煎一煎，把白菜倒下去翻炒软，加入浸泡好的米粉，加水至材料全部淹到水为止，盖上盖煮10分钟后，加入盐跟鸡精，最后加香菜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